真的十几米。上断线，不要断线。来了啊！不要断线了，断线就可惜了。哎呦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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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说不定是记录吗？哇，这个好大！待会儿拿个。来来来来来来！哦哟，哦哟，没抄啊！哎呀，带小船。哎呦，哦呦。哎呦，摇不得，手都酸了吧，手都酸了吧。这个人生的 glory 啊，荣誉时刻。等会儿个龙，会不会是个龙虾呢？会不会是个鲨鱼？我靠！好，当心啊，别拼命，别拼命。我线都出了。我操，劲儿太大了，劲儿太大了。赶紧潜水服穿好。哎呦我，穿好！我直接跳下去了，穿下潜水服呢。哎呦我。哎呦！我的妈呀！待会儿过来跳 stingray。啊，对，有可能是魔鬼鱼。不会，魔鬼鱼的嘴巴不在这边，不在这边，在这边它，除非就勾到它身体。嗯，要不鲨鱼。这劲儿好大，劲儿好大。哇，这个勾大，这个勾大，我已经拍不下。你看，这个鱼竿已经完全弯了。精彩！哇，还好是他老姚的人，我们钓的已经没了，杆都被拉走了，杆都没了。老姚的身体已经和鱼竿倾斜成一个角度了，人竿合一。哎呀，阿姨你离远点，他这个，人竿合一，人竿合一。哎呀妈呀！我不知道。大家都不知道呀。哎呦！我现在只想知道。你看他拉线吧，线往我也拉的多大劲儿。我靠！腰马，还好是他钓的。哦呀，我们钓都没了。老姚这个腰马得扎住啊，扎稳了啊。不是，我看那个，要是线不够，我开船帮你去追线啊。他上战袍。哦。鱼顶要不要？没有。小船要，大船没有。上战袍。那咋办？遇到这这个过瘾啊！慢慢跟他熬啊。就钓上过瘾。你就慢慢扛他呀。你扛半个小时，绝对不会踩一，踩一哪有这么大劲儿？没有踩，鲨鱼这么就干上来了。踩一哪有这么大劲儿？应该是 stingray 或者是鲨鱼。鲨鱼，有可能是个鲨鱼。鲨鱼，三米的应该也没这么大力，没这么大力。哎呦，那一会儿就回来了，瞬间就起来了。他跟你略微搞一会儿，没搞这么久。对啊，这个这么大劲儿，钓到了一条鱼，鲨鱼再把它吞了，有可能的，对吧？我靠，这个。那这个有鱼竿，我都害怕它断。它技术好，它技术好。主要是怕断线。断线啊！线是你这个是多少磅的？哇、哦，还在跑，轮子小。啊，刹车不？没想到中这么大的鱼、啊。对，你看，好激动！哦哟。没事，老姚，前面已经有了，后面可以劈了。哈哈哈哈！对，姿势造型角度都已经到了啊，最后一面可以 PS。 我靠，这个一定要拍个照上。天哪，还没看到，还在比刚刚还远了呢。我觉得真的肯定，所以一直在熬呢。大钩拿下来，大钩没大钩啊。我哪知道这艘船上会钓这么大的鱼，全在小船上。拿手套，戴上手套，拿手套抓它。你先让我们看到好吗？对，要想着先搭钩。潜水先跳一下，看看玩它，来看看。拿个桶子，直接没有，只能拿手套拽它。你看这鱼有寄生虫。哦，穿吃不成，戴个手套呗。喂，先看什么鱼呗。不过这里鲨鱼也不能拿。对，嗯，鲨鱼不能，底下鲨鱼很多。就拍一下，然后放掉，对吧？哇，还在出现吗？我靠，估计出了几十米了。鱼没收回来，一直在外面，越来越远。他出的线比我啊收的多是吧？你还在跟他角力，看谁体力好？应该是鲨鱼。嗯，你一般。不会这么近对吧？啊 ，Kingfish。出来了，会不会是 King？ 我看到了，什么？很大的，应该是 Stingray。Stingray， 好 ，Stingray。要是来条 King 就给力了。King 的话，我发财了。跳下去了 ，King 要跳下去，枪补一刀了。哦，看到了，好像是的 ，Stingray， 看到了 ，Stingray。肚子看到他肚子了，嗯。就我们昨天查的那个。啊，那这个不是 Protect， 那个 Stingray 也不能拿了，鲨鱼这边都不能，都是鲨鱼。念牛逼的铁板钓 stingray， 嗯，
可以了，人生圆满了，露个头嘛，露个头还差一点，人生又一个脊椎肌，看吗？哇，Stingray，我想为什么没他妈有一米啊，我在想所以说没有鱼了，他 Stingray 好大，这个哇这是个啥东西啊，这是昨天的鱼，也毛鬼鱼啊，毛鬼鱼啊，最后一下当心的，他快出水面还会一下子下去，哇好大一个，哇他翅膀上啊，对啊，就是不小心砸到他的，嗯，啊，因为它是抛路亚那种，因为它不可能养的。嗯，这个比我在动物园看到的还大。它上来，不是我要上了，哦，它是咬到了，哎，不是，它是背上，挂到背上，挂到它背上。这个也是保护吗？保护，保护，保护，相当保护。哇、哦，这个区域是，哎，真能挂到人家上面，嗯、太牛了。厉害，厉害，厉害。把它弄上来看、我们全这么多人给你记录，放心吧，每一刻都记录下来了，除非我船一直往外开，开到布鲁尼，你拖着这根鱼、拖到布鲁尼、我们就可以了，可以的，来，哇塞，你看那个嘴好恐怖，他也没劲了，他没劲了，差不多，我也没劲了，对，我也差不多，然后换人吧，换我们管人就算了，劫持上来了，上来耶，又、下去了，下去了，大家再嚼一会儿力，再熬一会儿。以前这是我在塔州最爱的娱乐活动，就是晚上在码头钓这个，要粗杆子啊，粗杆，编织线，手感就没话说了 啊，手感，我太屌了。码头最怕的是什么？就是绕底下的柱，码头的柱它会绕住。这边不怕，因为我这个线只有20磅的线，这个线很紧。只要一绕就放弃了，就这是保护所说的，不对，这个区域是保护。假如不保护的话，这个鱼也能吃吗？他们说那个翅膀蛮好吃，马来西亚特产。鱼翅就这个吗？魔鬼鱼翅是吧？嗯，你看，魔鬼鱼的那个边儿，现在钓上一个，就是默默的拿下来了，默默的拿上来，默默的拍拍，没有关注了是吧？你问题是你拉都拉不上来啊，你这时候咱把它拉上来。对，现在开始录了。翻了翻了啊，翻了啊。下去精彩的时候在这。哎呦下去了。怎么又下去了？这就没拍着嘛。头要拉一下老高。对。否则你光拍鱼人家不知道是他。就是翻拉我也可以说是我钓的。啊，这弄上来看看到底多大。又默默地钓了一条，啊！从你这都是不够码的，你知道吗？又要丢回去了。我这是牛逼的，这谁的？吃嘛吃嘛！是人家的盘子里面的，你用手下着好恶心。没事，随便吃。脏啊！那手是弄那个鱼的嘞，臭鱼的。哎，好恶心啊！这个人真的有点恶心。还在抖，还有力。嗯，这个可以往里面扔吗？可以，有机的。有机的可以。嗯，我这里好多，下去就可以。我也快不行。那不行就剪线吧。说啥也得把它捞出来。对。换你了。对啊，你这个。这个路亚尔那，你要不要往里面站两步坐一下？那是相当的这个有价值啊！对，我要把它就往靠近一点。哎，靠到这里，然后兄弟，你看都翻白肚了。来了，翻了，快，快！哎，我说什么？你要要我干嘛？拍下来，拍下来。拉呀，拉线。拉线，要不拿手套？是让我来啊！手套。不是，要不你不行，拿我的手套，我手套在那底下，拿手套戴上，拿手套瞪他。来，过来，剪掉他了，赶紧。你剪，你把他。来，我们把他当宠。他是不是压力不行，所以要人类和？哇！就这样放了。这边是放了呀，这边是保护区。